琴棋琴灭，而今春秋空对月，相约相望，似借似缘，旧事已经如云烟。若道相守，莫道相守，相守无尽，心事长悬。乱世离去，堪堪离别，生死依然双鬓。相守一曲何年？进去，进去。娘亲，我饿了。锦绣，忍一忍，那些坏人还在找我们。没事，娘亲等一会儿就回来，你们待在这里，哪里都不许去。嗯。糟了，钱袋去哪儿了？娘亲，娘亲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先休息，娘一会儿就回来。嗯。小姑娘，需要点什么呀？大叔，这不是一般的狼毫笔，你收吗？哎，花伞啊！老伯，伞怎么卖？快收摊了，算你八文吧。多谢老伯，给我五把伞。好嘞，正好五把啊。多谢老伯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下雨了，快快快，哎呀，快过来过来，啊，宣将军，这找来找去也没看见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。那女人定不会带着三个孩子四处乱窜。就是她。站住，快别动。伞吧，多少钱？160文。小妹妹，太贵了。可是您不是在赶时间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您不停在看天呀。爹爹曾经对我说过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那我要2把吧。多谢夫人。你我有缘，不必找了。多谢夫人。哎，这把和这把都拿着吧，这把更大一些。
给。陈统领是窦家杀手。这两个孩子到元府后能不能活下来，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。你先带他们回去，我还要再招几个孩子送去。是，袁将军府兵子弟兵也招得差不多了。陈统领，你们既然够数了，就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吧。袁家做事与尔等无关，而谋财害命、巧取豪夺，才是伤天害理。这种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先撤。谢谢陈统领。雨大，拿着吧。袁府在收孩子是不是？我有两个孩子，让他们跟你走吧。袁府的饭未必有外面好吃，也许你下次再见他们的时候，就是在城外的乱葬岗了。而且袁将军府招募府兵都是要看天分和资质的，若是天分资质不足，便是与袁家无缘了。姐姐叫花木槿，聪颖过人，善奇巧之术。妹妹叫花锦绣，习舞刀弄剑，堪比男儿。玉娇，本侯有要事交付于你，以为袁家招募预备兵为名，将有六子潜质的孩子招募入府，细心培养。这一双姐妹都是袁将军府想要的，但你可想清楚了？两个孩子都很聪明，我赌他们能活下去。我夫家姓花，灵州人。灵州，姓花的。是。娘亲，花伯母。先吃。木槿呢？出去了。出去。我说了不准出去，为什么你不听话？发簪是爹爹送给娘亲的，我要给娘亲赎回来。你哪来的钱？爹爹教过我看天，天上勾勾云，地下雨淋淋，我知道会下雨，就把老好笔当了买伞，等下雨时再高价卖出。Yeah.
娘亲，对不起你们。以后不论发生什么，你们两个都要好好爱护对方，好好的活下去。花伯母，还有我呢。娘亲，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木槿和锦绣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，娘亲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呀？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娘亲，他不是好人。娘亲，这个钱你帮我保管着，将来都交给他们，孩子们就交给你了。娘亲，你何不跟我们一起出城？有我在，你们就出不了城。记好爹爹让你记住的东西。娘亲，照顾好妹妹。不要，陈大娘，这个孩子叫齐芳，他是个苦命的孩子，带上他吧。你可有什么过人的天赋吗？我会剑术，我要保护他们。好，那一起走吧。走吧，娘亲，走，娘亲，娘亲，走，娘亲，快走，走啊！
放开我，放开我。陈统领，这个孩子叫宋明磊，是按您的要求收来的。你想干什么？走开点！齐放，齐放，不要这样。这一路给颠的，俺的屁股都摔成八瓣了。哎，妹子，你哭什么呀？离他们姐妹俩远点儿！你别误会，俺就是想安慰安慰这个妹妹。家家，哪儿呢？啊！袁家，若是你不去，那就只有碧云去了。我去，看到你了，大部长。不知这位妹妹怎么称呼，又怎么会被招到这里来的？我叫姚碧莹，月初家乡闹瘟疫，我的父母双亡，舅舅却把我送到这里来了。我想我娘。陈统领，这是最后一批孩子，先前的那几批孩子都已经由沈昌宗将军带回袁府，送交给侯爷了。再加上这三个孩子，需赶紧启程了。窦家的人紧跟在后面。看来这六字就是这六个孩子。没想到这六字之中，为帅的竟然是个女孩。哼，看你满身绫罗，便知你出身显贵。少在我们穷人面前假惺惺！不要这样。而这为侠者，那欺负女孩子，就是你的德行。哎，齐放，齐放，放开！别这样，放开！小娃娃，齐放，齐放！你的脾气暴得很呐！你是谁啊？关你什么事？小娃娃，跟我走。我不走！哎，齐放，不行，我。金国真人，齐放，齐放，莫要追了！齐放，你且告诉袁侯爷，贫道且将这桀骜的小子带走，好生调教。待时机成熟之时，此子可堪大用。能收服此子者，便是六子之心。袁家之行，是袁还是孽，就要看造化了。什么叫造化呀？我不知道，小芳就这样走了。只要我们还在，她就会回来的。陈大人，窦家一部分杀手往这边来了，怕是冲着我们来的，敌众我寡，窦家的人。太嚣张了！陈大娘，我有办法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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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宣将军，是最前面那辆车吗？雕虫小技，给我追！撤！
你怎么知道他会追那辆马车？虚而实之，实而虚之。尽量快点，拖不了太久。好嘞，撤。这春梅都有些蔫了，我替娘亲出去采点新鲜的回来。别光顾着为娘，飞白长大后要好生孝敬爹爹。你爹爹外出办事，今晚就能回来了，明日我们一家三口一同去山间赏梅如何？嗯。陈大娘，锦绣发烧了，能不能把车停下来，我去给他找水降温。停车。爹爹说过，梅花清头木，利气肺，去痰用之上热。毒血吸出来，谢夫人，还我明家360条人命来。放心，你儿子已经身中剧毒，马上就会来陪你。谢梅香，你骗我哥哥，负我名家，没想到我今日还能活着回来向你讨要这一切吗？这梅香小筑将会是袁清江一生的伤心之地。谢梅香，你就去向我哥哥赎罪吧。你先别走，这个给你，也许我们哪天还会见。
着，或许你用得上。就因为你这个紫铜妖，你三年没下雨，你死了，南国就有好日子。你们谁敢动我？我定要我父王扒了你们的皮，点天灯。你父王？你父王已经自身难保了，管得了你？快走！路上，快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了，师子！跑不掉了！堵住他，快！站住！跑啊，再跑啊！本世子情愿一死，也不会和你回去的。不要，不到最后关头，还有希望的。别动！放开他！我们只是路过，这是你们南国的事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他们两个交给我，不要多管闲事。他们和袁家签了卖身契，是袁家的人。上车，快走！去那边。
是吧？怎么样，碧莹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姐，你的计划是不是失败了？放心吧，我们一切都按原计划进行。那，老爷，你走开！易阳，走开！易阳，快起来！老旁边有个声音，大姐快走！走开！快呀！走开！快走！不把自己的命当命啊！来呀，来追我呀！
我，花木槿；我，花锦绣；我，于飞燕；我，姚碧莹；我，宋明磊。我们五人今日在此结为异姓兄妹，从今天起，有苦一起挨，有血一起流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。有苦一起挨，有血一起流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。于飞燕是大哥，宋明磊是二哥，碧莹是老三，我是老四，锦绣最小。嗯嗯，我们给自己起个名号吧，就叫什么好呢？哎，就叫小武艺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名字。来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是互相在这世上最亲的人。嗯嗯，四妹、五妹、三妹、二哥、大哥。这俺不敢当啊。来，锦绣，来，小武艺。且待红梅映天际，为了我。
袁府又叫紫溪山庄，坐落于西都城外的高山之上。紫溪山庄内又有百十个独立的院落，每座院落都有普通府邸规模那么大。待会儿你们务必要跟紧我，一旦迷路，我未必找得到你们。Thank you.